期的中式糕点虎头菊，你吃过了吗？今天我就来到了时尚天河店，来看看这个新鲜制作的虎头菊有什么来头。先别说好不好吃，这里拍照是真的好看啊。这么多选择，我该选什么？看起来都好好吃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，就可以点这些热门单品。成年人真的不能做选择。试吃了很多，最推荐还是这两个。首先就是这个榴莲炸弹泡芙，哇，你看这榴莲奶油挤满了，榴莲味很香，一点都不会腻，赞。还有这个拉丝麻薯葡挞，真的拉丝，你看超长的，好好吃。看了这么久点心，也记得给我点心哦。抖音